哎呦，来，超下面原本是，这应该是新多吧？还是你这个比例？你这个比例感觉是超多。好可爱哟、哦，不啾不啾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膜，我觉得很好拆，不会粘得到处都是。我一直要去抠那个胶带，不过它这个膜啊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太闷，扎土子会这样子掉出来。像我的箱子都真的都很干净。哦哟，我马上看到，应该是刚刚漏的沙。哎，我发现这卖家都用全泥土哎，不是全那个沙子。哎，这个是兜紧，接近即上班了，而且它的斑不是那种晕开了，它的斑是很明显的。分明颜色，它这个长大比较不会跑斑，比较不会了，但还是会跑。哇，好可爱吗？爆盆了，这个爆盆了，哇，这个超级细雪，超美的，我的细雪都全死光了吧？超美的，真的是超美的。然后这个毛很好，好蓬松哦，中间的毛比较蓬松，代表它最近有在生长。哎呦，这个有点我不见了。而且用胶带的话，就要用美工刀去割。之后打的，哦，又是一个大油，这好像是嫁接的。这些卖家好厉害，为什么全沙子可以养那么好啊？因为我之前有用那个细的沙种过，它换盆的时候，就那一盆根系长得特别好。这是兜紧加大毛，不知道是不是嫁接才有办法种出这种大毛。我真的超爱大油兜。这个是双头兜，这个也是嫁接的。但是它是降阶，就是、啊、我改天来讲好了。这个毛啊都还带点刺哎、欸，为什么都会有刺？就是因为有那个鸾凤玉啊，大家知道鸾凤玉也是星球鼠，然后它的祖辈有跟鸾凤玉交到，所以它就有刺刺的基因。这好像花了1600多吧，不算贵，我觉得不算贵，因为它是特殊的，这颗才200而已，超划算的，挖宝，感谢线人。